还真是能抬而已。多的那个铁道迷，或者是像我们这边有志工，或者是一些退休的铁员工，让他们来了之后，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人家捐赠的。然后我们就会每一次办活动的时候，那边的空间现在是比较倾向于是那种参观的，还没有做文物的展览，因为公物跟景物的文物比较少。但是我们每那只是希望说把开。修好的空间先开放，然后让民众习惯亲近这样的一个。所以这边来参观大概都是六日的比较多。我们开馆是到礼拜六，礼拜天跟礼拜一是休息。因为我们人手不足是。所以我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，我还要负责这个馆舍。那我没有办法在地方，或者是那个多元就业。最近这一期的多元就业，所以你现在看我们这现在是人丁最旺的时候，是因为有多元就业在这边协助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一般博物馆这样，我可以六日都开馆。这个要收门票吗？把一个这样的空间就是开放出来，你的消费是很高的。那你真正要搭配其他二三期的计划的话，就会蛮……对，其实我就是不断的在开放，然后不断的在整修，是一直在修，然后也一直在陆续开放，然后一直办展览、办活动这样，都持续在做。不要拖走去。其实他们一直跟我讲说快了快了，然后已经来会看二十几次了。二十几次。对，因为它涉及到，因为是政府可能或者是一些零件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已经来会看二十几批的人，然后那个六月九号，明年六月九号铁路节之前。真的。哎，因为这个案子是今年的一月三十号定案。定的。对。你是毛部长推的吗？对。就毛部长那天在这边啦、啊，然后在博物馆，一个会动的博物馆这样的概念，一直在就是跟铁路局在洗脑，那就是这一次这个地方要活化起来，你不是靠一个点，你这是像我这样办展览办活动，你能够让它活化的机会有限，我不敢收费，就是因为我一收费，现在没有人要进来了。搭配这样的空间，你再去跟旅行社做配套的话，你才有可能让这个地方有生机。Thank you.
都有，月台都有。Thank you.
放进保密片了，回家。帮忙做清洁，然后跟晾，就是把它阴干。哎，因为其实纸张状况没有很好。就之前保存的状况是在仓库里面找到。在调度室厕所的天花板。天花板上、哦、有一部分。等一下整修的时候才发现。对，其实对，就是那一个我们要去整理的时候才发现这样的文物资料。哦。然后所以你们才决定说把这一部分先保留起来。对对对。然后未来其实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珍贵，我们可能会做数位化，哎、然后也会做一些展出。钢筋以前都是用铁轨他们自己盖的一个档案室，然后它的推窗是水泥哦，是水泥这样的推窗，是那个就是依据那个东海建筑系的老师他们讲啊，不用吧，不用吧，是不是才准备要打上去？哦，那个他好像说这一部分的东部的资料以前就是。应该先讲说他这个拨款到这个地方，而不是经过总督府的，不是给总统府用。哦，那时候东部的地位对平行的对比较高，对，所以他是直接由日本国会，所以里面的资料其实是早就烂了，在我们还没进来，他就已经淹水以后，他们把上半部没有淹到的全部拿到铁路医院，放在二楼不会淹水。可是这一批是那一批吗？不是，又不是那一批移过去的那一批火灾。都烧光了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批很惊讶，是意外的啦。对，这不小心应该是完全没有，没有人知道的。那也就是蛮惊讶。这个不是在那个楼上吗？什么楼上？在夹层里天花板。楼上没有。就那一间外面的楼间。哎，那一间的楼上天花板，还有一些是放在楼下，楼下以前的仓库有没有？啊。我们收租
二十箱啊。这个我有看过。你们看过，你们都不收啊。收没关系。你看我们现在整理的多辛苦。那些我有看过。那还有没有？没有。其实检查最多的哈，那个盗版吧。盗版，我们进去的时候都空着啊。我知道，你又一定比我晚了。一些杂七杂八，哦，所有的号字都站在你面，看我们到好可惜啊。清到哪了？啊，不知道。被有心人士黑走。真的。真的，我们下到各车站去访查，去访查，永远是这样啊。就是你不要去看都没事，你一去看，再下次去就没了。然后他都跟你讲，都不能拿。你看看我们现在弄得那么辛苦。你有改天有机会的话，那個、退休的最站，去跟他认识一下。当过、啊。阿美族那一个、哦。不是的、啊。那特定人士才能进去。是哦，那你算特定人士吗？我还没看过。哦。没有。哦。会请他们两个来整理，也是因为他们两个是现在在那个写论文。哦，会跟这个有关，哎，那而且他们两个是比我专业。对，我知道，那时候还在用这个。对啊。